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要说我的世界，从2009年开始公测至今，游戏内已经加入了近亿的方块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在 MC 中也存在着一种名叫故障方块的方块，就比如故障草方块以及故障乱码方块，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。不知道有多少老玩家曾见到过这两种方块，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与故障方块有关。好了，老粉看到这儿，该长按屏幕中这个可爱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了吧？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，成为老粉吧！咱们故事开始，玩家从网上下载了一张据传言有故障方块的地图。为了带大家体验更加真实的 MC， 玩家特意更换了材质纹理包，并加上了光影。他出生在一座蘑菇岛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寻找这张地图内的故障方块。而根据网上传言，故障方块所处的位置就在这片海域的某个角落。玩家跟随着坐标的指引，慢慢的进行探索。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了蘑菇牛。过了一会儿后，玩家在当前这座岛屿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于是他潜入海面，游到了另一座蘑菇岛上。他小心并且谨慎地探索着岛屿上的角落，可以看到玩家所处的这座蘑菇岛占地面积要大的很多，这对玩家寻找传说中的故障方块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2000年后，时间大概过了2000年后，玩家依然没有在这座蘑菇岛寻找到任何故障方块。他知道这很难寻找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。既然岛屿上面找不到，那玩家决定进入到海里寻找。他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哎，在不远处的海平面上，玩家看到了一个新的小岛。玩家卯足了劲儿朝着这座小岛游去。没过多久，他便登岸了。这是一片非常茂密的树林区域。玩家的第六感告诉他，这里感觉要发生一些不好的事。果然，正当他对这片区域环视时，他的游戏屏幕突然扭曲晃动了一下，似乎是受到了某种干扰。更奇怪的是，玩家物品栏的物品消失了。玩家意识到自己的 GUI 开始发生了故障。什么叫 GUI 发生故障？顾名思义，就是玩家的图形界面发生了故障。就比如我们看到玩家现在正在撸草块，但他的手并没有呈现这一操作。玩家现在正在撸树，可以感觉到他正在拿着斧子，但是界面呈现给我们的是他手上什么也没有。你们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认为奇怪的请赶快在弹幕打出这就离谱。尽管玩家一直在挖掘，但他的物品栏始终没有增加任何物品，但是他却可以放置出来方块，这就是 GUI 故障。接着玩家屏幕的右上角便提示 GUI 出现故障。虽然到游戏的结尾玩家并没有发现什么故障方块，但是他的 GUI 发生了故障，已经足以说明这张地图存在故障方块。玩家的屏幕再次出现了扭曲晃动，接着他便在游戏中开心的嗝屁了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